吗？哦，我没有很忙。对呀、啊，啊，那你卖干嘛？想说筹备一下死亡资金。那个就没有多少钱呢、啊，上面有蜘蛛啊，射它啦。嗯，啊，就是要给你用的、啊。在那里，它居然躲在那里。有，我有用，我有。我现在盾牌稳稳的，盾牌稳稳的，还没有爆，啊，就可以用啊！我都在拿木盾，嗯。我，哎、欸，我好，哎、欸，我现在也是木盾，我刚刚那个爆了。木盾欸，木子欸，你就拿强力的啊，拿金属的啊，你的盾还是有负耐久的。嗯。哦。那负这是为什么？买来的东西你卖，那就是最亏的。客家精神，复活你就算了，你这个让我客家精神以后不复活了，我发挥客家精神就是不复活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老师叫不要了。嗯。那个，我错了。我现在赚钱，努力赚钱，气死！你看，像这个就可以买，嗯，给你、欸，是吗？是这个吗？强力盾，强力，那是强力吗？你把木质的给我，木质，你身上还有木质盾牌吗？没有附魔的，木质，跟木质而已。嗯，那给你啊，这个只要手速够快，其实都很 OK 了。可能是手速太够快的部分啦。欸、对耶！你这个附魔盾，你的哇！这我也没看到。还有，小心！来爆射，有这个距离很好。还有一只会射。哇！好像都会射的，好像都没了。好像还有一只的样子。没有，没了，进站了，你身上那个耐久盾牌，你的耐久剩多少？哪一个强化的吗？你身上的盾牌不就那个、啊、有附魔的？一半。你那个留着好了，你先用别的，因为那个的附魔是可以提取出来。哎，可恶，小僵尸，有，怕你把它弄爆。有。沉思，台下好像还……对，偷看，偷偷的冒出一个头。小心那个小屁孩啊！有小屁孩，小屁孩最麻烦了。而且这边也没有东西可以垫高空。没有。请加油。我独立。又是那只，准备弓箭射击、啊，不下来哎、欸，很讨厌，来了，喂，我，太多了吧哈，没了，小僵尸。小心哦！得了，哎呦，好像都正常的，近的，哇，他那个三连射哎，所以那种耐久盾牌其实一下子就会爆了。他噗，还有他炮枪，他射的没有很准。还有他射下面，哎、欸，这复活之心你可以拿着啊，这里面有一个复活之心哎，真的。你拿好了，这很重要哎、欸，老师这个是要拿好，不然等一下又要花一斤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一只大爆射。哦，哎，有了。哦，你的弩还是强的，小心哦。只能一般区，小僵尸。后退一点，小僵尸比较烦。可以，小僵尸可以射。小僵尸太麻烦、欸。还有会爆冲哎、欸，这些僵尸开始速度不规律喽。速提升了吗？哇！哦，这个就最讨厌了。又有爬机。有啦。装水瓶。水瓶。
啊，你有，你有够，全部装完，你自己喝。啊，把它装完，自己弄。自己来。终于可以装水了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水。唉。啊啊！又要死，又要死。强效，强效这个就一定买了。见死，我买一个看看哦。24块钱，12见死。十二。你现在见死几组啊？两组了。两组了啊！再买这一次。上脚钱。啊。是脚胶。啊。继续往前走，下面下面哦，正常的怪。那看怎么转头？有没有他手上没拿东西？鱼可以用奴色不会反伤哦，这么强哦！深海守卫。呼噜呼噜呼噜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没注意到，可恶！这个进打进，太多字，太多字的时候就先以防万一先。没有以防万一，你那每射出是2块钱，两块钱，好贵好贵。扣血，扣钱，扣钱，好贵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下一次玩，我们就看卢米花多少钱，你就给我去捐款。见死两块，好贵好贵好贵哦！不是那个吗？两毛吗？老师？没有没有，见死是两块。嗯，觉得上面好像有拿两块钱。上面那只好像是弓，是弓箭的，是弓箭的。哎，是吗？不是，他只是拿着很像弓。哎，有有有有一只，哎，有一只三叉戟的，可恶。好，我看错，我看错只。还有还有。啊，这边又可以装了，去装去装。又有水又有水了，可好可好可可好可，我帮忙帮忙帮忙。真是个水、哦欸，你才是水牛吧你？哎、欸，这里有那只三叉戟的，三叉戟的。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快去射它。那人呢？好。哇哇哇哇哇！啊！我想抓错位的时间，结果都被打了。喝水，多喝水。慢速三叉戟啊，随时补满满。多喝水有益身体健康。啊，这很多意见啊！我们现在附魔台还没遇到啊，我们身上一堆附魔术啊，所以别说了，我们也想升啊。这一层都没有附魔台。对啊，嗯。我们也想啊，我们都是走到底的呢，拜托啊，因为那个啊，开的是我啊，所以是我的运啊，来你拿去开，你拿开，我开，看什么吗？啊，你更衰啊你，我脸就黑啊，来这里这里，黑到前面前面，我在铺路而已，记录点。哎、欸，哦、啊，这就是那个提取的。对啊，你要你的那个盾牌，盾牌，附魔盾。附魔盾。对啊，啊，这就可以把那个附魔耐久衣拿出来了。哦哦哦哦，这个。你还有什么东西是多余的吗？有附魔的多余，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啊，那就继续走。还不错哦，接二连三，再开一次。再开吗？运气有这么好？上面有大大副本啊！啊，但射手射手，小心！哎、欸，那个有反甲的装备喽。好。你看到那个僵尸身上的衣服是有附魔的，那个就我打，那个是他反甲。木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好像上面是没东西的。欸、应该是上吧。上面好像有东西。上面有，上面有，上面有。对。这是卖的，贯穿。附魔台，我们好需要啊！缓慢，缓慢的前进。我看看，看看。没有这么害怕啦。钱没有，我们两块钱。可以捡回来啦，那先把东西给你，卖东西的。好好好，储物箱，储物箱。贯穿。储物箱，储物箱。啊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剩七格了。哦，一般的小嫩怪啦。有一个小，哦，矮个子，矮个子。哎，哦哟，这个那么矮，你也聚得到啊？哎，那个，小心小心！哇哇哇哇，他直接射，就是这种就比较讨厌。嗯，他这种就是你基本上不举盾的话，很容易就扣血。斧头拿一下，斧头。真是没水准，没水准。嗯，是啊，保险的做法还是拿盾牌去打，只是我们如果要客家就不容易了。没水准，居然就这样。这地图的困难就只是取决于你的客家程度，你越客家，它其实就很难。可是你不客家，说不定又会怕你花费花太大、啊。哎哎，对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一个三叉戟的，哇哇哇哇，他越过那个人呐、啊，哇哇哇，哎呀，他打到了啊，三叉戟用光了，还有三次大爆射，那个有反甲，你要稍微小心。哦，哎，我来吸引他，吸引他，有小僵尸。扩散剑气，你小心呢、欸！我自觉得往他们身上脸上贴了。哎、欸，上面两只，上面两只，是个狠人，是个狠人。展现你的狙击实力。有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。还有，还没完。哦，可以，对你这边直接射他脚脚。他头看不到你。嗯。哎、欸。右边，来，慢慢下来了。我帮你加盾。哦，碎碎碎碎，倒了吗？都倒了吗？上倒，又不确定。终于感觉到露米有一点起作用了。啊、看来我还是有点小用。我听到啪叽啪叽的声音。啪嗒了。先走这里好了，这里感觉要没路。哎、欸，对，来去看看这附魔书是什么？眼前十字、那个金属你拿，金属盾你拿。我看书，附魔保护衣。你先拿。哎呦，保衣，哎、欸，保衣出来。附魔台，大家可以看看那附魔台，大概等了多久没出现了？我们打了几关没出现了，哎、啊欸，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有怪！哇、哦！就是你喝水的时候，他趁机对，差点中，没礼貌，没水准呢、欸哦，好像那么厉害呢，哎、欸，死了，哇、哦，好像有本事呢，有了，有点小作用了，终于，哇、哦，哎呦，弩很会拿，good。哎、欸，上面还有一只。哦。哇，他这角度。他在看我。看你会偷射他一下。射了。吐完没？上他。上他。前进哎，有哎。碎。耶，这个吐。啊，终于有点作用了。终于。哎，剑士有点多，给你。哦，也太好了，不用两块钱，不用算钱的。
有那些都是两块钱、欸，每一根都是两块钱呢、欸。他不是财富自由了吗？没有哦。